Hello， 我江江，今天来介绍这台庙会的前导车啊，这是我的朋友 Johnny 做的啊，可以看一下，哇，这是什么？恭迎圣驾，而且上面还有这个牌子啊，哦，还有两个辣妹在上面跳舞的样子，爱心的样子哦。旁边还有这个吉普车协会传承的字样在上面呢。OK， 我们今天这个 Travel 第一次上班，要带着这台前导车呢，到我们的市中心跟其他的车队汇合哦。那我要开车咯，欸，为什么他们在上面？欸，掉下去了啦，这样子不行啊。坐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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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滚下去。不会上来啊，你们。算了，我先去集合了，好不好？你们随后跟上了，坐计程车来也可以。好，因为我们这一次这个活动呢，第一次在这个洛圣都举办啊，那不晓得这个警察会不会来临检啊什么的。哦，这个第一人称看起来不赖哦。等等等，为什么会被警察通缉？警车也太多了吧？到处被警察撞啊！不要撞我！翻下去，我的车变形了啦！等一下，后面也凹了，让我怎么交差啦？那为什么会有爆炸？不要过来！Oh my god！ 我车子坏了啦。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各种追撞啊！发现这台车性能很好，哎，开得好快哦！哎，打滑，打滑，打滑！这怎么有爆炸？喂！等等等等，这是什么？直升机掉下来？我可没有打它哦。听照，听照！哦，这警车好多！不会吧，五颗星通气！警察在这边做临检呢，因为洛圣都不接受这种车子是吗？哇，翻了！我的引擎盖掉了啦！让我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！哦，直升机，直升机，给他照到了。喂，不能这样啦！哦，我先跑到山上去好了，他扑一下。哦呦，要滑下去了。飞越比佛利，翻了！哦，嗯，就过去吧。哦，可以，没撞到。哇，这是几台车啊？啊，六台、七台。车子也太多了，哦，前面变形了，不要再追我了，天哪，哦，翻回来，翻回来，翻回来。飞吧！哇！啊，我的车门掉了。我撞，我撞！
哦 ，Oh no！ 他还蛮适合翻滚的哦。哦。啊！没完没了。好，我们的车子摔成这副德性了，好不好？前面的车牌都凹了啊，凹几母汤的，我们直接滑下去好不好？哇，摔出来了！我的车，我的车，我的车掉下去了，起火燃烧了，糟了糟了！Oh no！ Oh no！ 自己到了，等下我要被通缉了是吗？给你照 ，OK， 这集先到这边，感谢我们的 Johnny， 下次再见，拜拜。